我好中意啊！你哋中唔中意啊？中意，因為我自己係特別喜歡著西裝，同埋西裝我特別喜歡著孖襟嘅。我有一次好誇張，我上次同朋友去打邊爐，我著咗套孖襟去。我遲啲我有影相，我會 po 出嚟俾大家睇。你有冇俾佢笑啊？冇啊！但係我另外一個朋友係著人字拖短褲，我都同佢影咗一張相，那個對比係幾有趣。但我覺得有陣時冇啊，純粹嗰日嘅心情覺得啱啊，想。所以我自己屋企咧，私人服裝都係好多孖襟嘅西裝。咁你打邊爐嘅時候要穿得件褸色？絕對唔可以啊！呢啲造型係要 keep 住，由頭 keep 到尾。咁有冇試過打公差打邊爐？咁又冇喎。咁啊，今日係其實之前我諗對上一次打煲呔，可能要數到翻去以前中學 grading 嗰陣時啦。數咁多年前。同埋跟住再數就好似我家 姐結婚都十幾年前啦。咁所以今日係好興奮、好期待，同埋都好開心咯。即係我第一次參與賽馬日就可以擔任到呢個表演嘉賓，係莫大嘅榮幸。所以我琴晚都好緊張，亦都同時好興奮。今朝又好早起咗身啦，所以五六點起咗身。但係啱啱係咪個機嗰度有少少失靈？其實唔係嘅，因為可能咁平時唔同場地都會，即係可能台芒大細聲或者場地個 size， 咁但係都唔應該俾佢擔唔到個演出嘅，所以冇乜事嘅，係。局長，好多謝多謝處長，係好開心再次見到佢，同埋之前都好有特別感謝佢，佢有一次做訪問有提到我個名，有讚我咁樣，我好開心。我媽咪後屘又好 proud 咁同我講翻呢件事，佢話：我聽電台啊，嗰個處長都讚你啊，叻仔。我媽好少讚我叻仔，都唔係嘅，今朝都有，因為今朝佢就話等睇你風度翩翩地出場咁樣，好搞笑。我有問佢，佢冇覆我，因為咧，我本來諗住提早問佢你會唔會嚟，等我可以去。sorry， 因為我有提早問佢你會唔會入場，會唔會嚟，因為我可以接佢啊，或者點樣安排啊嘛。但係佢成日就可能驚影響我，即係要分心咁樣，所以佢就唔話俾我聽。可能隔幾個鐘之後，佢就話我有去啊，其實翻咗屋企啦。通常都係咁樣。頭先有同佢見到面打咗個招呼咯，係感謝佢嘅支持，但係希望大家都俾啲空間佢，因為俾咩空間佢？因為佢都係公餘時間做一啲令自己放鬆同埋去享受嘅嘢，咁我覺得係要係好尊重佢呢樣嘢，都好多謝佢。但合唱佢好落力唱喎。哦，真係㗎。係啊。速曬唔使睇歌詞。係啊。我真係好開心。係，我好中意同大家嗰啲大合唱嗰啲 moment。又可以突擊測驗考下大家係咪真係有留心聽啊？但你每次都係真係好突擊啊！每次都咁先係突擊測驗。你覺得今日啲哈老師嘅突擊測驗98分？98分，爭兩分咩？因為永遠都要俾進步空間人哋，咁先可以繼續進步。但係已經好好。賽馬上次其實嚟咗一次，但係就係拍宣傳片啊、影相咁樣咯。上次同咗兩位好出色嘅紳士，練馬師 Frankie 同埋騎師 Harry 咁樣，咁嗰次就認識到佢哋，咁嗰次就係第一次，今次第二次。但如果真係賽馬日入馬場，今次係第一次。我比較期待去觀賽咯，因為自己本身又好喜歡速度感嘅嘢，即係淨係幻想到嗰啲好緊密嘅馬蹄聲啊，個地好似震緊嗰一種，已經令到我好興奮，所以觀賽為主。我之前有騎過一次嘅拍 MV， 咁但係就當然冇各位騎師騎得咁有型啦，我好笨拙我騎得，跟住我個頭又大，戴個頭盔又大，好似唔係好有型咁樣。咁但係我係我 bucket list 嘅學騎馬，因為我係覺得好有型。要公司開頭嗰啲古裝嘅。古裝。係啊，攞住架咁樣。即 Feel TV 有史以嚟第一套古裝。然後我出場是齋騎馬咯，乜對白都冇，總之一出就一集40多分鐘，就騎30分鐘，就睇我騎馬。好啊，希望可以咁啊，因為之前 Ice Hockey 又係因為拍呢套劇先接觸到噶嘛。我成日好中意工作嘅時候學到新嘢，係好有成功感。最近學咗啲咩新嘢啊？最近學咗嗱溜冰啦，同埋打冰球啦。我唔知道踢波算唔算？
但係我頭幾次踢球啦，我唔知啲朋友氹我定點啦，佢哋話我幾有天分，有一場仲入咗幾球咁樣。係啊，係啊，因為好見得有得跑下嘛，咁啊幾好嘛。同埋主要係因為同啲朋友一齊去做，咁就好開心。因為我哋平時打開籃球嘅，咁跟住有一日就打完籃球就直接去埋踢球，咁都幾開心。係啊，係啊，但係呢排就忙啲，所以少約運動。他有問我，他說不叫我的，不叫我的，不叫我的。跟住我有一次真的去踢，我叫他，他又說他不得閒。搞事。我又未至於控訴的，但是通常我拍照呢，攝影師那些要求我都 100% 配合。但是怎知道就輸了經驗。即係因為我哋唔係一齊影啊，逐個逐個出去影。咁我以為佢，喂，我話嚇我跳起啊，去到咁動感啊。佢話係啊，佢哋個個都係咁噶。咁我就跳咯。點知睇翻啲相得我一個係咁樣。可能大家對跳起嘅定義唔同咯。佢哋嗰啲咁樣叫跳起。俾足100分。俾足100分啊！因為可能從小打排球鍛鍊個彈跳力，一個唔覺意就跳得高咗少少。好彩冇 out frame。其實很快的，四五次，因為都要賺一賺自己的騰空時間比較長，攝影師可以這麼多幾張去捕捉，是的，很少賺自己。是啊，那因為我只是跳了，沒拍其他，可能他想揀回其他，得他一個跳起，其他人沒有跳，揀回其他，但是沒有，我全部都跳起。如果可以咁犀利就好啦，係啊，咁我都要又，又可以學下跨欄咯，嚟緊。你識啦已經。我原地就得，向前跑就要練習一下。中學嘅時候有玩過嘅，因為中學嘅時候又有玩田徑隊噶嘛，咁。係啊，所以就係俾媽咪話咯，唔讀書啦咁樣啦。咁但係細個嗰陣時又乜都有玩，跑步、田徑、100米、200米，跟住100米欄、400米欄。400米欄真的很累，我跑到去大概200多米的時候，在想為什麼我要報名是真的，因為已經去為什麼要報，是一開始是不是因為那時候為什麼要報呢，其實是學校就是校運會來的，就不是學界比賽，那你可以喜歡報什麼就報什麼。那我看回上一年400米欄是只有3個人報，就是我一報名我就拿牌，誰知我報那年有20多個人報，我最尾就係入到 final， 但係入到 final 我唔係好想跑，因為好攰。因為一開始係跨噶嘛，去到後屘係變咗跳起，跟住去到最尾嗰幾個欄係冇力跳起，係就咁想攬過去咁樣。所以就一路喺度諗，一定要堅持完成，體育精神嚟嘅。但係就會不禁喺度問自己點解要報名？咁有冇攞到牌？係冇嘅。但係其他項目有，好彩。你包曬成個校運會嗰度，你而家係冇啲籃球。我希望嚟緊，譬如。903之前搞完籃球賽，而家會唔會搞一啲陸運會呢？唔好搞水運，水運我可能要缺席，或者淨係做觀眾。你想做南非人啊？嚇？你想做南非人？希望可以啦，即係盡伊人。全場總冠軍啊！咁又唔會嘅，即係志在參與，但係因為好耐都冇運動，咁啊做多啲運動。隊友有冇邊個跑得快過你？隊友有冇邊個跑得快過我啊？這個我不方便答，因為沒人快過，因為我們未比過嘛。其實你搞個標誌挺好看的，是都應該挺好看，其實他們個個都很多都運動很強的，但你覺得你是一個好曬，是啊，我會可以玩完這個那些十項全能賽，可能他們嫌累就不玩，我就唯一一個自動金牌。那另外明天你的弟弟生日是嗎？他生日嗎？沒收到通知，現在通知你，現在通知，有什麼表示？沒什麼表示，祝他生日快樂啦，祝他快高長大。我也是出來入車學，明天都有自己的工作，現在不知道說不說得，不過照說啦，就是接下來開一套電影嘛，現在就開鏡了，所以就專心籌備。終於等我們拍電影，是的，是啊，所以我又很緊張，最近其實壓力很大的，即有很多很重要的 event， 有一些新 project 啊，開鏡新電影咁樣，咁積極籌備自己咯，係啊。個新電影有冇得劇透啊？啲新跳或者咩有咩角色嘅係？係咯。冇啊，我都係唔方便講太多。我已經講咗有套新電影啊，一陣間又收到電話打嚟。
劇透咗啦。係啊，劇透咗，但係希望好快會同大家見面咯。呢個近排你有冇見過他？近排冇見過佢，都冇。有啲負能量。佢啊。哦，咁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煩惱，日常煩惱要面對嘅。咁我相信，但係大家都識自己調適。咁就如果佢有煩惱，希望祝佢早日解決。係。會問下你。我又冇，因為有陣時其實我自己都係嘅，即係譬如你有啲嘢煩緊嘅時候，都唔知道人哋問唔問候你好，因為可能會令到加重咗你個擔子，即係覺得啊，我唔想人哋擔心或者點樣。咁我相信大家會揾到自己一套方法去揾到個出口嘅，咁俾啲空間佢咯，都係。咁另外你生咗你嘅小朋友啊，但另外你有冇睇過啊？我咩拆咗房？哦，我哋啱啱睇到佢哋 story 就知道咯。咁但係大家嘅感情根基好深厚嘅，咁我相信可能大家係會有其他唔同嘅發展或者唔同嘅想法。咁我覺得畢竟可能當初大家有一啲大概相同嘅想法嘅時候，咪一齊睇下合作下有啲乜嘢搞作咁樣咯。咁但係如果大家覺得想要多翻啲自己私人空間、自己個人發揮嘅，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好嘅決定咯。最緊要佢哋自己 OK 咯。咁但係佢哋感情好好就係無可否認嘅一樣嘢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